女孩们都会想化身成自己喜欢的童话世界里的公主，娱乐圈里的大姑娘们也不例外。灰姑娘真人版出自杨幂，虽说是网友 P 的图，但看上去毫无违和感，简直美翻了。Baby 也很喜欢艾莎公主这个角色，她曾在自己的生日趴上扮成艾莎公主，本来她长得就很精致立体，再加上她是模特出身，身材也是婀娜多姿，扮成艾莎公主让人十分惊艳。近日古力娜扎也挑战了白雪公主造型，皮肤白皙，模样精致漂亮的她长得就像真的公主。当她穿着白雪公主裙，带着蝴蝶结出现在镜头前时，让人十分惊艳，让人不得不感叹古力娜扎就像是白雪公主本人了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